Hello， 大家好，食咗饭未啊？其实咧，今日系 Easter Holiday 嘅星期六嘅，咁我谂大家都系冇嘢做噶啦，去玩就玩，喺屋企就喺屋企。咁至于 Baby X 咧，梗系会继续拍片噶啦，系咪？咁今条片咧就会有鸡蛋厨房篇同埋电影篇之速度与激情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，就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同埋揿最紧要系揿隔篱嗰个钟仔啦。咁你只要咁样做嘅话咧，我啲片一 upload 上去咧，你先会有通知提示你话 Baby X 出片啦咁样嘅。所以咧要揿隔篱个钟仔啊。仲有咧就系、如果你中意我条片嘅话，记得俾个 like 我，同埋记得 share 出去俾更加多人嚟睇啦。好，咁而家事不宜迟，即刻开始我哋嘅鸡蛋厨房篇之包饺子。去哪里有包饺子？我们包什么饺子啊？包猪肉韭菜馅的。你最喜欢吃这个吗？这也是你做最好吃的一个饺子啊。好，加放油。油放多少啊？适量。说停就停。停。好的。还要放什么？鸡蛋。鸡蛋，我们要鸡蛋吗？我买了呀。要几个呀？一个。要两个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样，你看吧，只剩一个，还有一盒，就相当于鸡蛋一个。看看我划线肉比较少。好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少许酱油，少许盐，少许那个十三香。十三香我们在哪里啊？下面一包那个。我看到了，我的心好了。找到了吗？一个香。好的，不要撒地吗？两包加多少啊？加多少？适量。想说停就停啊。嗯，停吧。加两包多少啊？适量。好的，你想我停就停啊。停。停不停？幼稚。哼，请帮我擦掉好吗？要低炒。下架。这陆续好，这个要加多少？适量。好，你看停就停啊。我是不晓得。使劲。用太多了。好，停够了。好的，还有什么加的吗？加点油好不好？油加了。对。失忆吗你？嗯，失忆吗你？好的。你可不可以走到那边去背光？什么背光呀？顺时针搅拌，不是顺时针吗？逆时针，为什么逆时针呢？好，顺时针吧，随便。那就逆时针吧。喂，逆时针呢？没关系，顺时针啊。就要一个方向搅啊。嗯。搅，继续，不要停，搅到它黏糊为止。反正很黏糊呀。它现在不黏糊。再加点油好不好？不好，吃那么多油不健康。谁说的？你宁愿放鸡蛋。哦，那再放个鸡蛋吧。那你放个鸡蛋吧。不行，我再拿着鸡子。放鸡蛋。你去。你去。就这样子吧，你去拿鸡蛋吧。我们鸡蛋在下面一口啊。爷爷太麻烦了，不拿。差不多了吗？没好呢，聊个半小时吧。哦，紫苏，请帮我马赛克，谢谢。好的。不行，你是会帮忙打马赛克的，这点我太明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跟明海瑞勇，我是 Kiara 的老公。今天嘞，我来包饺子。你是广东话包妹什么线呢？包妹什么线呢？包妹什么线？我包猪肉韭菜线。头三人，来做一个饺子，浇水。不会叫教学，那用少加不少式包法，拿一个劲。哦，这都不能乱弄下子吗？嗯，帮不了。为什么用这个筷子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哇，这么多！可以不？你包得紧吗？哇塞，怎么这皮感觉越来越薄了呢？那么有粘性的这个皮，一下就包进去了没有？哇，好灵活的手指！就是这样吗？对啊。就这样成为了一个。完美的饺子，好快！为什么拍前面呢？为什么是拍前面呢？不拍后面呢？走。都没有照清。啊？这边走。这边去。这里是干嘛的？很拥挤。速度与激情第八部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多好看！
非常好看，我觉得这钱没白花。我觉得有点想睡觉了。我也想睡觉了，好困。是不是太困啦？对啊。现在是几点啦？快11:30了。11:30。在包饺子之余呢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呢在沃达丰工作，我呢在沃达丰工作，我呢在沃达丰工作。那也是一个资深的沃达丰人。你在卖广告吗？我在卖广告呢。那近期呢，我们出个新的 offer， 一样学生折扣50块钱起，要不要进口奖？那流量呢？打中国每个月10个G流量，澳洲5000的，中国1300分钟，还有猴猴啊，还有猴山雷啊，那一样推荐人奖励还在，从今天开始到5月9号之前。如果呢，你已经是沃达丰用户了，但你推荐新生签沃达丰套餐，一年或两年套餐都可以，你跟那位新生都会有50块钱的话费返还。那最高每个人可以推10个人，那你就最多500块钱奖励。够了，太过分了。这就叫视频区广告呀，不然的话为什么莫名其妙出镜了？还有找那么久那个饺子线，努力找。那么折扣、礼品、优惠、服务，绝对到家。来，打个专业的吧，来，把那个地址那个什么微信号，来微信号这边，来我们的邮箱号码这边弄，来，帮我弄啊。你干嘛学费？到此结束。OK， 没有 Facebook， 没有 Instagram，Only WeChat。你为什么要学费啊？没关系啊，这是自主力量啊。还有搞定了没有？很漂亮，那我们开包可以吗？可以。OK。